15分，从住的地方出发。走，跑起来。12分开始启灯。大马路41分，走到住山林上。已经来到这个最高越车站的岔路了。是啊。那我们先往小绿园吗？这里是我们最高越车站，最高越站。现在蓝天呢，住山线火车轨，还有住山林道。现在没通，对不对？下面就是住山车站，还在整建中。哦，原来是车站在整建。对，还要在一段时间哦。那这样可能还要蛮久的。前面就是玉山主峰、北峰、北峰。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住山车站，但是车站还在整修中。那这是之前早期观日都在这个应该是这个平台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也会跑到小绿园去观日出。小丽云山从这边走，第一次啊，叶兰，哇，好可爱哦！等一下，我们有机会看到哦，在小丽云山那里。开始上坡了。茶田35号，这栋是可以实际去使用的。这是块木做的。它里面会有浓浓的块木香。非常非常的长，然后很漂亮。前往小绿岩山观景台，这是小绿岩步道。平台这里是晚上观星的好地方。7:52，前往住山。
花园门吧，被人家预约了。现在从这边上去就是祝山观景平台。前往祝山，停一停，在左手边这里。前面那边是松山的。松山。那个高高的那个。这个观景平台很漂亮哦。祝山观日平台祝山观日凉亭，前面这个对高岳这个断崖90度的峭壁，神啊纵走，就是从下面的神木村，然后从对高岳后面那有一个步道这样走上来，那就是神阿纵走。一天吗？对呀、啊。玉山主峰、北峰、马伯拉斯山，再来是进大山，再来是西峦，西峦、金子山，后面这边就是那个雪山主峰。哦。那这个是最高岳，这个是松山。啊，8:21。前往对高岳，怎么拍的？影子没有很长哦，很长好不好？看，对对对，走。这么漂亮的溪，小花，从这边照相不错哦。好，跟赶快。好，这是五 K 住山0-5K 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小路，这个可以下切到祝山林道平地坪。对，上平地坪。刚才我们从那边下来。是，我们刚刚是从那边上去，然后从这边下来。好，往最高的车站。哇，那么高啊！最高的车站从这边进去。最高的登山步道。我背着吉他，我没有吉他。这个秋天会很漂亮。是啊。红栅处的树还蛮多。哦，对，它整道都是红的哈。来了来了，等一下就到了。这是红栅处。对啊。秋天的时候整个红哦，会就非常漂亮的这个步道。上面就是最高岳观景平台。现在是在5:40，末班车是6:30，乘车入口蒸汽火车，嘟嘟。到了这个最高岳的步道入口了。它的入口的方向也是很好。小心火车。云看平。等一下。这个是看不是很清。8:57。最高岳步道。最高岳步道0K000。那不讲多远。那我们这次会走走看。
500的地方，还有100公尺。哇，这下坡，这里是600。这个步道总共长不了是多远？知道了，最高点在哪里了？可以啊，它前面有一个岔路在。要走右转。可以。最高位后半段怎么又下坡下这么多？哇！要爬坡爬这么长，从东山口过来要1K 以上，应该要。这家是有上上下下，170，他写4分钟，一直走4分钟。好，9:20。1K 最高也步道，所以总共差不多1.1K。在这里，啊，旁边那个是金子山。什么金子啊？嗯，金柱啊。金嘛。哦，金柱啊。这里差不多在20公尺就到。对。可是旁边都是树，没有。9:22。哇，这边可以赏枫哦，这棵都是枫树哦。9:30，从对高岳亭回程。回程，终于也走到对高岳了。比想象的难一点点。原本想象中的会更简单一些些，可是有一点点落差，不过还好。整个步道差1.1左右。你看这样子也很美啊。嗯。好，走。萌萌的。这里右转下切，可以往大塔山或是神阿纵走的路线。哇，这么漂亮的地毯！哇，地毯呢？哇！这个就是神阿纵走的路线。这里已经接上塔山步道。到，现在10:27。先去找姐，找姐姐。这边是妹团。
到底是对还是错？对。这边才有倒影。好美！我好像每次来妹潭、姐妹潭都没有这么多水过。哇，阿里山这个步道真的很漂亮，因为旁边都是巨木。真的是很绿哦。哎，三哥就左转啊。哎，三哥在那边吗？对啊。哇，那我们过去跑着回来。哎呀。好吧。解谈了，好，姐妹谈，这里打卡点，不用再往前了，哦，茶要再往前了，再往前，然后再回头啊。嗯。